流汗就喝海之盐，本节目由海之盐电解质饮料独家冠名播出。欢迎大家回到一拍即合的我们，流汗就喝海之盐，本节目由海之盐电解质饮料独家冠名播出。好了，其实多人组在搭档选择上面呢，都是皆大欢喜的，可以说圆了每个人关于搭档跟试镜的拍摄的想法，也能比两人组展现的人物关系呢更加的丰富。但另外一面呢，不同的搭档之间合拍程度呢也会有一个对比，展现的更加明显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拍摄的成果，看看哪一组更加合拍。好，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研习所给我安排了一个主持人的岗位，所以这次展映我来 Q 流程。本来是两件，把里面裁掉了缝的。安静。OK。官威这么大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烧我头上。本次试镜片段像之前一样，这个六个小片呢已经在线下展映完毕了。参加展映的观众由150位大众评审和4位专家评审组成，观众一人投5票，专家1票抵10票，他们已经给这6个试镜小片投出了排名。另外，这次有一个特殊规则，本轮获得影视化拍摄机会的最佳搭档将由专家评审团选出。接下来我们自己内部展映，在看完试镜片段的小片之后，大家要踊跃的发言，好不好？好。OK。那现在我们开始。今天没有老师，好像会轻松一点。轻松很多。对。今天没有老师。对。没有老师，今天没有老师，我直接躺下。OK， 那现在我们先播放第一支试镜小片。耶、yeah. oh, ！好了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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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会儿到了那边就是你俩一组，你俩一组。明白了。对，然后一会儿其实你们是去咖啡馆。有电话，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门，这能点到外卖吗？我这边在最新。好，那我让他等你一下。你好。请问是卢玉晓女士的外卖吗？不是吧，你不是在上海吗？请假来了呀。不是，我又没杀青，你给我。先预祝你杀青。你最近跟谁搭档？跟小吴。2-3天没来了，然后前面搭档了那么多次，然后我觉得跟你还是有搭档度的。听说我的搭档快没了，小吴应该现在就跟他在一块儿吧，所以回来看看，就是把那个搭档的权利给看看能不能拿回来，因为感觉跟他搭档挺舒服的。走吧，我给大家带了点水果。哦，还有这个呢，之前看你老是被蚊子咬。那我就带了这个什么玩意儿，粉色。谢谢了。少。这个可以防蚊。走吧。研习，还有吴振宇老师在。吴振宇老师在。你错过了。哎，我错过了。因为这个东西后面变成了素描，你就说。有新人来了。Hello。小明 ，Hello。老爷，对不起，我刚刚接电话是因为就是让我出去拿东西。你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他是我上期的搭档。我给大家带了水果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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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导演要不要？有没有他可以参加的？行啊，那就也一起演吧。可以吗？好。有史以来这个节目有史以来人最多的一场戏。这个镜头是这样哈，就小玉说：“小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你猜？对。3、2、1，开始。
你找到模特。小涛，你怎么才来的？一半天。你们美术系真是麻烦。开始啊。嗯嗯。你干嘛？啊。我就画你这上面。啊，